被拦下来了，因为太重了，你看起来就不是普通人。他刚刚一来就说，你这个是不是要拍什么？然后应该走了，一定要找一个警察过来审你的衣服。我的很累，对我的要求特高。对我赚穿的再多，他们要拦我，所有人都可以拍照，唯独我不行。然后我们就是有人拍我的时候，赶快比耶。不可以乱说话。因为它这边的是一根坟墓，然后里面有活人住在这儿，因为他们是比较穷困的人。这边都是墓，这边都是墓。哇，有 TV！ 哇，好酷啊！很像哎，阿拉伯文的你好。萨马雷哥，色情一点。萨马雷哥，哎，这个是清真寺。因为太重了，你看起来就不是普通人。他刚刚一来就说，你这个是不是要拍什么商业用的照片？要找一个警察过来审你的衣服，看他觉得你是不是想要拍什么严重的照片。我们被标注了，他就是蛮针对我。他说就是只要你带着单眼相机就不能进去。到一个看起来没有警察的地方，赶快先拍几张。要求特高，对我赚穿的再多，他们要拦我。你有一个必杀技还是素颜？所有人都可以拍照，唯独我不行。然后我们就是有人拍我的时候，赶快比耶。不可以乱说话哦。那来到的是死人城，就是它这边的是一根坟墓，然后里面有活人住在这儿，因为他们是比较穷困的人，他们就会住在墓这边，所以就顺便帮别人守墓。其实埃及人自己真的不叫这里叫死人城，他们的一个墓区这样。一个家族可能会有很像仿着一个墓，然后男生有一个坑，女生有一个坑。你看它就是外面是墓有没有？可是这边就盖一个房子，就是起居室在这边。这边都是墓，这边都是墓。有些是14世纪的高官前要的墓，所以他墓可能会有独立的这样子。后来现在埃及人他们都是一个家族，通常会用同一个坑这样子。所以现在还有持续的人进驻这里。当然，当然。艾兹哈尔大学的学者站在这边，有三个one, two, three, three people。看到他们了，小朋友 ，Hello， 好多小朋友在活在墓地当中。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有当地的文化，世界各地只有这个地方才有这个东西吧。住在墓里面，因为经济条件不好的关系。这是他们家啊。哇，那就在这里住一晚。最后一晚了，最后一晚。哇，有 TV。哇，好酷啊！你要喝茶吗？你要喝茶。Thank you. OK OK。妈妈有妈妈的坚持，她不想用冷水，她的水是储存在那个桶子里面的自来水，所以你们肠胃不好就不要吃。那叫你做。I like. 来自尼罗河的祝福。喝过尼罗河水的人都会回到埃及。那我已经喝很多尼罗河水了。你的脸很歪哦。就是红茶，叫你喝完。哎，他有他的那个有照相机吗？哎，有哎，有镜头哎。OK， see you， see you， 拜拜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 so much， thank you， 拜拜。Masalama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太深入了吧？哎，叫他不要起来。It's okay, it's okay. No, no, no. 把脚脚烂掉了。Hello. Hello. Hi. Hi. 哎，这里没有窗户哎。有一个小孩哎，你看那个小孩的身上全部都是苍蝇。
很多那种柜子，然后承板，然后他们的沙发，然后让四周就是围起来。是他们都为什么要把窗户封起来？隐私，他们蛮在乎隐私的，然后会想要让外面的人看进来。哇，蛮大的，但是通风比较不好。要给他钱。Thank you. Okay, okay, thank you. Bye bye. 他知道他生病比较需要钱，就带我们来这一家。Thank you. 非常道地的深入采访。哇、wow, ，要你住这一天可以吗？我不行，还真的住不起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埃及这么深入很难吧？真的很难呢，而且来到神童，我觉得很酷，真的很酷。开心。Hello. 家里带回一手独家消息。这里出去就不是死人城了，就这条马路。这条马路。好，来上车，上车。来这种地方玩之后，我就觉得日子过得还不错。日子都觉得还不错。